据环球网10月24日报道，国防部23日已宣布，中俄两军组织实施的首次海上联合巡航正式结束。本次巡航期间，中俄舰队共派出10艘舰艇，其上搭载6架舰载直升机。具体航行的路线为：从彼得大帝湾出发，横渡日本海，穿越金青海峡，经西太平洋南下，穿越大隅海峡进入东海。23日当天，日方还发现中国海军055型驱逐舰搭载了一架舰载直升机，在长崎县男女群岛东南偏南约130公里海域起降。从地图上看，上述路线相当于罕见地沿着日本东海岸进行了一次远距离巡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日本多数军事设施都部署在东海岸，其中不乏重要的军事基地和造船基地。大隅海岸旁边就是日本航天发射中心所在地。中俄舰队此举意味着让日本整个柔软的软腹部直接暴露在人前，由此看来，也难怪日本紧张不已，以至于对于中俄舰队的行动，日方飞机几乎一路伴飞，多型舰艇一路跟踪。此前，中俄舰队穿越金青海峡时，日方也高度关注，但也无可奈何。毕竟这条海峡虽然位于日本，但却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国际航道，各国船只均可无害通行。对此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曾转发了相关报道，并发文称多去几次就习惯了。军事专家杜文龙也做了相似表述。